代表是他们全部信政的祖先了，啊，但是加持就不一样了，加持都是表哥，啊，不是堂哥、堂兄、堂妹，或是阿舅啊，啊，他们这样子一家，何必我姓陈的，就是他们全部都是自己人，啊，或是阿赵啊，什么东西都是一家的人，所以一般加持，假使说正信加持。他不是他们这一家的人，他可以不要拜，但是家庙一定要拜，啊，所以我们在做这些东西的时候，有很多好，我们从里面讲。等一下，我们11点的时候，他这边会有小姐来报时啊。11点的时候，你们可以在这边看到他报时啊。报时。啊，时间也是报时啊。很特殊吗？他会一面唱歌一面念一些诗词啊、诗句这样子啊。啊，他从5时开始报啊。其实我们进到一个这里面来的话。你们最容易看到的，都是庙里面都可以看得到的，就会有看到。